听到了警笛的声音，身体不能动了，眼前一片漆黑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死了吗？老大晚安。眼睛睁开，看到的是一个白色的房间，就好像医院房间一样。我躺在床上，我是谁？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我丧失记忆了吗？在那里住着一个女孩子，桌子上放着一个茶杯，是女孩子为我准备的茶吗？里面盛着是什么呢？配个碗。盛着咖啡牛奶。第一天醒来，哦，这没。你醒来，你醒来了吗？观察的船长，我很担心你。哎，怎么了？露出这么惊讶的表情。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哎，观察的船长，你难道是失忆了吗？那关于我的事情，你也全部都不记得了是吗？真失望了，我还在想，如果来看观察的船长的话，你会是怎样的反应呢？我还有些期待呢。我叫林奶，林奶咖啡牛奶。林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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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你好像不记得了，实际上观察船长，你差一点就死了哟。你被路过的杀人魔刺了几刀，头也被狠狠敲了几下，干就是你啊！真是可怕的事件啊！但是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不然，观察的船长一直没有醒来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社团里的大家也来看望你了哦。摸一下屁股，摸一下屁股。呀！真是的，观察的船长色色的，即使记忆没有了，这种特点也不会改变。观察的船长是足球部的部长，然后呢，我是那个经理哦，嘿嘿。感觉很惊艳吗？冠太的船长，哇塞，冠太从死宅变成直接变，哦，哇塞，真的很惊艳。冠太的船长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觉得有些可怕了呢。马帅原本就感觉到你有点奇怪的说，哦，没关系吗？没关系，看另外一个好凶。对了，也差不多该到训练时间了，告辞了。记忆只是有些混乱而已，一定很快就能恢复原样的，所以不必着急哦，没问题的。我会支持冠太郎学长的，所以从今以后我也会作为冠太郎学长的经理部学妹的，要疼爱我哦。即使失去了记忆，也要像一直以来那样生活下去哦。可以的哦，只要是学长想做的事情，一定绝对会做得很好的。那个观察船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把我买的咖啡牛奶喝了吧。没有下毒哟，我是不会对学长做出这种事情的。赖赖安安，那么就拜拜。自称是林奶咖啡牛奶的女孩回去了，她好像是我的学妹，看起来她明天也会来看望我。明天能不能早点到来呢？我想和林奶再见一次面。是的，真是巧合了。叔子也是这么想的，我觉得林奶最可爱了呢。靠腰，看他攻他小，看看这只兔子在攻他小。哎、欸，
干 fuck， 等一下，不小心按到了。好，直接睡啊，然后的。可是这次我完全看不出来那个女的想干嘛。第二天出行，你好啊，观察学长，哦嗨哟，感觉怎么样？冷静下来了吗？给我看内裤，不可以。昨天晚上我担心的睡不着觉呢，因为有点睡眠不足。即使这样，灌篮学长的事情还是有点担心。那个灌篮学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只是稍微去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怎么样？一直闭门不出的话，人也会变得郁闷哦。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走吧。那好吧，一起走吧。今天真是晴朗的，天空非常美丽。跟太阳学长能看到这样的天空，真是太好了。好寂寞啊！冠太阳学长全都忘记了啊！我总觉得像是被丢下来似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要责备你，请不要做出这样的表情。不起来，冠太阳学长失去记忆之前，真的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不记得，是这样。那么谁对你做了这种事也想不起来了吗？要是能够找到犯人就好了，我也会帮忙寻找犯人的。为了冠太阳学长，虽然是这么说，因为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，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线索。但是从今往后，冠太阳学长就会开始崭新的人生。人生没有重来，虽然是这么说的，冠太阳学长要在这里重新开始的哦。再想的话，上次记忆也感觉没有什么不好的呢。冠太学长想要取回记忆吗？重新开始人生，这样啊。冠太学长能这么想的话，我觉得那样最好。我也会继续走我的人生的。冠太学长要不要到学校去呢？从这里走的话，只要几步去活动室看看，说不定会想起来也什么，也说不定的。被称为天长的冠太学长，就算是丧失记忆，力量也不会衰退哦。我也想看看冠太学长久违的踢足球的样子呢。走吧。啊，只是走走也可以哦。走吧。看这个女的到底做了什么。我明明是踢足球什么都做不了，林奶却并无讨厌的表情，跟着我来。林奶为了陌生的我丧失记忆，我真是帮了很多忙啊。我曾经看着林奶的样子，大概也是这样吧。我已经是被林奶支持着，不是从何时开始，一直都注视着林奶的笑容。帕苏利，我一直在注视着我女朋友的笑容。哦，我抽里面放的色情照片数量相当多，全部都是同一个女孩子的。睡觉。第三天，疑惑，终于感到奇怪啊！哦嗨哟，光太郎先輩，今天来晚了，真是很抱歉，因为有社团活动。啊，对不起，光太郎学长已经，没关系的，会有办法的一定。而且足球并不是人生的全部。
每个人感到快乐的事情和感到不快乐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。对我来说，感到快乐的事就是看到冠太郎学长，看到冠太郎学长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。欸嘿，怎么样？心跳加速了吗？ドキドキ，春心萌动。真是的，变态先生，冠太郎学长，为什么男人会被认为是变态呢？我是个无性欲的人。是这样的吗？对不起，你要触碰你心中的伤口的事情。但是作为人，对女孩子硬要做出变态的行为是不行的哦。彼此是的，要得到彼此同意才行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哎，我说了些什么？好丢脸啊！话说，啊，已经是这个时间了，必须要回去了。对不起。还没待多长的时间，不给弟弟们做饭的话是不行的。明天我们再见吧。他总不是要冠太郎学长的色情图片吧？鞋子里面放的图钉要取下来吗？是。拿不出来，好像像胶水一样的东西粘在里面。星星制作的恶作剧啊，是谁做的？我的心情十分不愉快。哎，这个游戏让我有点……这里不太了，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女的目的是什么。觉得她有诈，可是却不知道她的目的。第四天，咖啡牛奶。今天你俩说想要到我的家来玩，所以带来了这里。房间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稍微有点紧张。你俩什么话也不说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不知为何会是这样的气氛。冠太郎先輩，那个我，抱歉。林奶一把抱住了我。我对冠太郎学长不说出来也可以的，好开心，冠太郎学长好地看着我呢。我从很久以前就想要这么做了。靠在冠太郎学长身边，闻着冠太郎学长的味道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哎，冠太郎学长，冠太郎学长曾经一直都是排在首位的。社团活动中也是，大大的中心很有冷气。我一直都很羡慕那样的你，仲景哲。冠太郎学长总是一直都走在我的前面。我不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个经理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不只是个经理，能够像这样，好开心！冠太郎学长也亲自地抱住我。我明白了，退堂。喂，学长，这是不可以的哦。那个冠太郎学长，对于自己为什么丧失记忆，甚至差点死掉这件事，真的不记得了吗？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冠太郎学长真的像蟑螂一样的顽强啊。那个时候死掉的话就好了。对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你没有轻易去死啊？我可是好好的向你心脏刺了过去，用这双手却是自重了。我是不会失手的，不仅是刺了，我还用球棒打了头。真奇怪，明明那么想杀了你。哇，真的是刺了一惊啊！以为死了的学长，竟然还活着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哎嘿嘿。林奈说的，从怀中取出了什么东西，在快要扎进我眼睛的瞬间，我下意识将林奈撞到了一边，好痛啊！冠太郎学长是不是很过分呢？把女孩子撞到什么的，最差劲了。哇塞，
为什么要逃跑呢？阔太阳船长，我很可怕吗？脚那样子不住地发抖，还想要活下去吗？阔太阳船长，活着也是一无是处的废物啊！我做了什么事情吗？对我做了什么事情你不记得了吗？阔太阳船长做了什么事情，我就让我来告诉你吧。这种事情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吗？对我无数次的性骚扰，每天每天不都是这样吗？给我看内裤，摸内裤，让我拍照，去做吧，诸如此类的。曾经第一在女生中也受欢迎，被称作是天才的冠太学长，在背后竟然是这个样子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？我很痛苦啊。反正就算我说出真相，随随便便的自杀的话，谁也不会相信的吧。所以，如果我不直接下手，这地狱就不会结束啊！没关系的哦，我会温柔地对待你，慢慢地把你杀掉。哦，其实不怪他，是学长太变态啊，这不怪你啊，这还有合情合理，因为我对冠太阳学长憎恨的不得了，憎恨的想要把你杀死啊！啊哈，这次就要结束你的生命。现在就让你轻松哦，冠太郎神掰，接受。艾瑞克，艾瑞克 ，Hello， 我被灵奶刺中了，小刀刺向着心脏，狠狠地扎了下去，内脏像被挖出来一样，阵阵剧痛，将力气从我身体中夺去。我身体被染的信号流出来自己的血液。我上来打个招呼，怪水了，好吧，拜拜。你无法挽回，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时间已经再也无法回来。而且你也是这样，你生命再也取不回来。没有办法，这就是所谓的人生啊。当然，这是对你的报应吧，冠太阳学长。去死吧。林仔就这样抛下了我离开，一边走着一边笑着。我一动也不动，只能倒在这里。我被林仔欺骗了吧？只是为了复仇，于是来陷害我。一定是对于我的事，从最初开始就没打算要原谅吧？身体已经无法动弹了。林仔如此地憎恨着我吗？记忆上次前的我已经是一个非常讨厌人的家伙吧，被杀了也不为过吧，令人憎恨的家伙吧，这已经无从知晓了，怎么都想不起来，视线变得模糊，我或许已经没有任何生存的意义了，没有办法再重来了。林奶的笑容浮现在我的脑海，我说不定喜欢上你来了，拜斯克，我大喜。如果我们能以更加普通方式相遇的话，或是恋爱，或是交往，或是约会，或是两人在一起欢笑，又有这样发展也说不定。但是那绝对是无法实现的。在我醒来的那个时候，这一切都已经决定好了吧？我眼里流下了一滴眼泪。到了警笛的声音。除了你无法实现的恋情。我觉得这个 ending 做得非常好。干，真的很好。很感人，非常感人，而且非常好。这做的神啊，那真的，其实这男主角被杀，其实也情有可原。
他骚扰女主角那么久，不怪女主角，可是是太夸张了啊！可是也没办法，对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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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调一下，设定一下。OK， 这样画质应该会比较清晰。真的做的非常好，对。True ending。清醒吧，林奈。清醒，我现在很清醒哦，放心吧。对我做的是不是事情你不记得了吗？库拉学长做了什么事情，我就来告诉你吧。这种事情已经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吗？哎，森森哎，老先的孩子，深深的、深深的爱着你，或者是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对我无数次的骚扰着，每天每天不都是这样吗？都一样，他压力很大，这女的压力太大了。因为我对观察寻找，观察寻找，憎恨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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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憎恨的不得了，憎恨着想要把你杀死啊！啊，这次啊啊，就是要结束你的性命。现在就让你亲手啊，观察学长，少林来，反杀喽！我把林奶撞倒，哎呀，和预想一样，小刀飞了出去。失去武器，林奶手无寸铁，这样的话就已经是这边占了优势。林奶慌忙地想要去拿刀，我一把抓住林奶头发，哇，好那个，好卑鄙哦。然后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勒住林奶的头，林奈一副好像是在说不要再这样的表情看着我，就是这样，我手上的力气也没有放缓，把林奈杀了。终于确认过林奈已经再也没有力气的我松开了手，哎，不过这家伙还没死。然后我拿起了附近的金属的奖杯向林奈的头砸去，一下两下三下，我一个劲地继续殴打着，这样的话就应该就足够了吧。林奶已经气绝了，我把林奶杀死了，因为是林奶想要杀了我，我才采取了正当防卫而已。这是当然报应吧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哦，刚才他杀了林奶，啊，从那之后过了多久时间了呢？杀害林奶的犯人仍然没有找到。把林奶杀害的犯人是谁？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知道。我好好地把尸体处理掉了，大概谁都没有发现。今天到了我出院的日子，我收拾好行李，来到了走廊。那个时候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从半开着病房的门里看到了张熟悉的面孔。他是躺在床上的，是林奶。林奶的身上伤痕累累，身体大部分被绷带覆盖着，是我弄伤的。林奶空着眼睛在看着我这边，我吓了一跳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林奶却没有什么反应。林奶微笑着对我说：“你是谁？”Oh my god, Benedict, oh god!
男主角已经愧疚到爆。